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平安。真欢喜伫今仔日，真好诶天气，会使甲大家同齐来做礼拜，来分享上帝诶信息。每一个人看代志诶角度无同，所行出来行为也无同。我过去咧读册时阵吼，可能要二十年前诶代志啦吼，捌听老师讲过一件代志，即个老师伊讲。伊捌伫美国一间公司咧上班，公司内面有三个同事，一个是在地美国人，一个日本人，可能是移民的，一个台湾人。有一天，这三个人就做伙去啉酒，可能去pub啊啉酒，一啉就啉到早起，早起四五点。但是呢，这间公司呢，伊早起九点上班，早起九点来上班。所以很早就在那裡等，他就看見這個美國人，早上喝酒醉，好像整身這樣醉茫茫這樣來上班，好像還有嚴重的宿醉，有時候還聽不到他在說什麼話，狂心狂心。然後他又看見那個日本人，他就很有精神來上班，整身軀都沒酒味，好像沒喝過酒一樣。大家又看看，那个台湾人发生什么事？有没有答案？啊？好。哎呦，大家都是台湾人哦。无唔对啦，吼，那个台湾人差不多十点打电话来，伊讲伊今日无法度来上班啦，无法度来上班。我这是一个真实的。事件啦，吼，当然啦，毋是每一个美国人、日本人、台湾人安尼啦，吼，请大家毋通误会啦，吼，台湾人嘛有人足厉害的，会使去上班的啦，吼，哦，总是即个老师伊讲，即个美国人是算讲是一个，真有责任感的人，吼，所以呢，伊认为讲，只要是家己负责的即个工课，吼，无论如何，伊拢爱来完成啦，吼，所以就算讲伊宿醉啦。哦，即美国人就算讲伊宿醉，伊嘛想要来上班呐，吼，所以就戆心戆心来上班咯。当然啦，这是伊的思考的点。哦，即日本人呢，伊其实本来人家足上醉啊，上醉就是即日本人。哦，总是用足侪方式、足侪方法啦，吼，哦，让家己清，哦，让家己会使吼较清醒一点啦，吼。咱知影讲吼，那个日本人吼发明很多不同的解酒液，吼，伊就变可能变性变咧管啦，吼。哦，让自己来清洗，来洗身躯，哦，把自己整理到真清气，哦，来上班。哦，这是因为这个日本人伊认为讲，不管我下班做啥物代志，我上班就是爱安尼清清气气去上班，清爽，去上班。因为上班应该有上班的样子的，这是这个日本人的思考的点。但是呢，那个台湾人嘛，不是讲真无责任感，吼，唔是啦，伊讲，这台湾人是，只是认为家己的身躯啊，吼，伊的身体的状况，无法多去上班，可能不胜酒力啊，吼，无法多去上班，哦，伊若是硬来上班啊，哦，可能会造成大家人的困扰，吼，安尼工课就无法多做了真好势，哦，所以，吼，伊就选择，哦，今日先休困一下嘛来上班，其实上好是卖啉酒啉较晚啦，卖啉酒啉较晚。因为家教拢会影响到吼，隔一工要做嘅代志。不过吼，咱会使看讲无同款文化背景嘅人吼，面对同款嘅代志，所以做出嘅决定啊，家教也无相像。因为每一个人所考虑嘅点无同，每一个人所考虑嘅点也无同。譬如讲，咱来讲尤其囝儿啦吼。子女教养的问题啦，吼，讲圣经安尼讲教，讲爱教是咱的囝儿来行上帝的道路，吼，唔通去行迄个弯曲的道路，吼，因为囝儿是上帝所赏赐给父母的产业，吼，儿女是上帝所赏赐给父母的产业，所以父母亲好好的来教导儿女、教养儿女，好，这点大家拢知，只是大家用的方式。拢无相像，可能有个人也带因家囡仔，早起时来读经祈祷，
啊，有的人是暗时来读经祈祷，吼，有的人是每一天拢会带这个囡仔来读经祈祷，吼，总是有的人伊因为上班的时间，哦，无法度，哦，才好势，吼，所以就要求，哦，家己的囡仔家己爱记得读经祈祷。有的人会用奖品来鼓励这个囡仔来学习读经祈祷，哦，总是有的人认为讲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所以无需要用奖品来鼓励。其实咱来讲读册嘛是同款，读册嘛是同款。每一个父母要求的方式拢无相像，总是拢为着家己的囡仔好。有的父母伊无时间，我感觉讲足侪父母其实是无时间啦，吼，伊无时间来教，可能家己有法度教，但是无时间啦，所以可能就把囡仔来送去这个补习班，或者是讲安亲班，让伊来学习。我来，去遐来，家己来读册，伊知影讲，伊可能伊个囡仔无法度家己来写功课，所以爱送去补习班，或者是讲安亲班，即个客服班，互伊来学习怎样来写功课。总是有诶囡仔有法度家己写，有无？有啊，嘛是有啊。足侪囡仔拢会晓家己来写功课，人讲读书自动自发，所以伊个爸母都无需要来特别咧管，就互即个囡仔来家己。来自由来学习，其实咱来看讲教会内面嘛，不是讲每一个人都是学音乐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嘛？每一个小孩子也不是都是学音乐的嘛？吼，我讲有的人会学舞蹈，对，有的人学跳舞，有的学拍球，吼，搁有的应该搁要做点心，做点心，每一个应该所学的物件无同款，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。伊个兴趣拢无相像，吼，拢无相像。有时阵有可能会听见别人安尼咧讲啊，讲哦，迄某咪人应该爱怎样来教伊个囡仔，或者是讲某咪人个囡仔，哪会教到安尼吼，奇奇怪怪吼，敢若每一个人拢专家啦，敢若每一个人拢教育专家，只是吼，有时阵咱咧发表即款个言论个时，有时阵会无小心来伤害着别人，这需要人来注意。这需要人来注意，可能咱是好意啦，吼，啊，总是有时阵会不小心来伤害到别人。有的人会安尼讲啦，吼，讲，吼，譬如讲，这个囡仔爱读册，吼，拢伫厝内面，吼，咧读册。有时阵会听讲有人安尼讲，讲，哦，这个囡仔哪会这安静啊？吼，敢会晓读册，敢若书呆子，是不是有自闭症？有的人就会，背后这样安尼这样讲。这应该是不是有自闭症，还是宅男腐女？哦，就安尼咧讲。啊，若是另外一个囡仔讲，迄个囡仔较活泼，较好动。有的人就安尼讲，这个囡仔奈一刚教咧扑扑跳，扑扑跳。荡来荡去安尼，跳来跳去，荡来荡去，无安静，是不是过动儿？爱读册的变自闭症。爱运动的变过动儿。其实，咱来看讲，每一个家庭，伊拢有家己必须爱去面对的挑战、甲限制。其中的艰苦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因为囡仔毋是人咧饲，嘛毋是人咧教，是因咧饲，因咧教。虽然有时阵对在别人的眼光来看，讲这个家庭伊所做的这个决定啦，敢若毋是真好势啦，总是有这有可能啦，这有可能啦，是因经过侪侪的思考。想出的唯一的办法，就安尼来教。摩德凯，咱会使予因来吼，真好意的这个建议啦，可以直接就给他们建议，好意的建议。但是无应该爱伫背后来批评论断教书。今仔日咱伫《使徒行传》的经文内面，咱看见一件代志，就是保罗伊甲巴拿巴为着一件代志起纷争，起纷争。什么代志呢？是不是爱带这个马克出去做海外的宣教？其实，无论是对个人来讲，对教会来讲，出去做海外宣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。但是呢，咱来看讲保罗伊甲巴拿巴为着马克伫遐咧争论，这是因为因两个人所考虑的点无同。因所考虑的点无同。保罗认为讲这个马克。伊之前咧做海外宣教的时候，已经绕跑过一摆啊，已经绕跑去啊，无甲因同工啊，
哦，所以也记录不良，哦，这马克这记录不良，哦哦，无愿意来带伊来去，哦去嘛吼，哦加麻烦呐，哦带伊去加麻烦。其实咱来看讲保罗伊所考虑的点真有道理哦，哦真有道理。咱来看讲，当刚若是伫海外宣教无稳定啊，有可能会造成其他吼，哦，其他当刚侪侪困扰，哦嘛无见证。啊，牧师过去嘛，我去参加海外的宣教，哦，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，就亲像啊，保罗拄到这个代志同款，哦，第一出国前两天，出国前两天，哦，那个领队啊，吼，带队的这个同工突然间有代志无法度来，出国前两天哦，无法度来，结果呢，造成侪侪混乱，哦，逐天的行程。我拢甲之前讲个拢无同款，所以我那行程表变参考用啊，不知道自己下一餐要去哪里吃，也不知道自己 下一个站要去哪里啊，参考用，一丁人伫国外，哦，唔知要怎样，哦，要怎样 来处理，哦，实在是真困扰。加在后来有当地的这個，吼，哦，迄所在同工起来来带队啊。哦，迄所在同工起来带队，看讲哦，即阵台湾人伫遮吼，已经哦，敢若冒咧烧啦，啊无安尼来斗三工吼，本来要去共斗三工，结果互人斗三工安尼，哦，就起来来带队，来主动来处理一寡个问题，啊后来阮才有法度来顺利来继续即个宣教个活动。所以保罗伊所讲个无毋对，啊，所讲个无毋对，同工个稳定实在是真重要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巴拿巴。哦，巴拿巴他是马可的表兄。哦，哥罗西书有说他是马可的表兄。哦，他坚持犹原要带这个马可去做海外的宣教。哦，圣经怎么说巴拿巴这个人呢？他说他是一个很会安慰别人的人，他也是一个很会分享的人，甚至他将自己所有的分享给教会。其实，咱若对圣经来看，讲咱无法度知影讲为什么正经马可爱离开这个宣教的团队，咱无法度理解，咱嘛无法度知影，因为圣经无讲原因啦。哦，圣经无讲原因。我总是咱会使合理，哦，咱来约看卖啊，讲巴拉巴应该是真清楚马可的状况，伊可能知影马可哦一艰苦的所在啦，所以体贴伊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讲，伊是马可的表兄。安尼来看，讲这整个的宣教团队内面，都巴拿巴跟马可相亲，因为两个是亲戚，有可能哦，细汉哦做伙大汉。我相信马可也去参加进前这宣教的团队，嘛一定是巴拿巴邀请伊去的，啊，一定是巴拿巴邀请伊去的。所以有可能巴拿巴跟马可的感情真正是真好。安尼，为什么巴拉巴即届爱坚持一定爱带这个马克去做海外的宣教呢？其实牧师嘛唔知，圣经无讲。好，无在卡，好，咱来想啦吼。无在卡，巴拉巴认为讲这个马克需要训练，对啊，有时阵人爱训练，才会晓愈来愈高啊，愈来愈有气力啦，越来越有能力啊。人是需要经过训练啦，所以巴拉巴有可能认为讲这个马克需要来训练。伊决，哦，伊就决定讲要带伊来，哦，带在身边来做这个训练。有可能，哦，巴拉巴认为讲，这个马克，欸，已经甲过去的无同啊，哦，可能伊之前绕跑到绕跑一摆，哦，可能有代志要处理啦，哦，处理好势啊，伊即马会使来，哦，做伙来同工，哦，所以讲，欸，可能有可能伊感觉讲马克甲过去已经无同啊，有够野的气力。会使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，这拢有可能。摩德卡佫有其他的可能性。不过我相信巴拿巴一定有伊的理由，佮伊考虑的点，所以伊才会坚持来带这个马克去做海外的宣教。牧师佫一摆来说明，讲宣教对个人、对教会来讲拢是好事，总是每一个人伊考虑的点，佮用的方法无同。其实，伫咱个生活中，无论是读册也好，伫外口上班也好，伫厝内生活也好，加减拢有甲人别人吼有无共款的意见。
读册的方式就真多啊。哦，比如讲，啊，阮足侪同学，哦，拢，哦，下课完跑去图书馆念书。啊，大家都很想去图书馆念书，有没有去过图书馆念书？有啦，哦，有大部分人都会有哈，哦。但是我书都无法读，我只要有人在，我就没办法读书诶。所以我都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像宅男一样，哦，旁边都不能够有声音，这样子，我就自己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。我的习惯就甲别人无同款。啊，有的人哦，下课了后就马上哦来写功课。我是下课了后就马上先去睏，睏到饱的哦，差不多吼，哦，可能五点啦下课，转去厝内睏，睏到七点外起来食饭就开始写。我习惯甲人无同，嘛是会使读。哦，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哦，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每个人考虑的点也不太一样。哦，所以有时阵呢。其实两方面的目标拢相像，拢是好意，只是咧做法方式无同。虽讲保罗甲巴拿巴后来分开，但是咧因同款是为着宣告来努力来拍拼。咱看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安尼来讲，讲咱达人受稳定是照基督所量服达人的恩赐。哦，基督所量服达人的恩赐。意思是讲，上帝赏赐给每一个人的才能，拢无相像，拢无相像。当然想法，当然做法也无相像。所以，咱需要来彼此来尊重，来彼此来看见对方的优点。因为这文书拢是上帝照伊所给达人的计划赏赐给达人。上帝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计划，上帝给人的意的恩赐也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，又说他所赏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要让信徒来招聘，来做主所差遣的工，来建立基督的身躯，要让信徒来招聘。我们看中文的圣经，它是直接写成全兴传。兴传这个字的意思是将骨头跟骨头来接起来，骨头甲骨头来接起来，有修补的意思，也有装备的意思，有装备的意思，也有修补的意思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，就敢若亲像一间厝有侪侪壁损，哦，伊个吼，那个裂痕呐，哦，而且有哪边有个洞，哦，哪边怎么样，哦，可能房子久了就会这样，所以需要咱用达人的温素，每一个人用家己的温素。因家己的优点，因家己的才能，互相将缺点来补起来，互相将这缺点补起来，就敢若亲像修理一间厝共款。甚至呢，哦是哪补哪水，哦哪补哪好，哪补哪用。传道书第四章第九十到十二节安尼讲，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，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。因为咱若是团结，咱个气力就哪大，众人个气力比一个人搁较大，会使来抵抗外口来个攻击。事实嘛是安尼，大家做伙来做代志，嘛比一个人较紧。比如讲，咱讲教会摒扫，啊，每年都有一届教会大摒扫，往去扫扫扫扫扫扫个，哦，一点钟，大家若做伙来做，一点钟就处理好势啊。哦，若是一个人做伙来做，一点钟敢有法度处理好势？无法度，可能爱规工啊，可能爱规工。所以大家做伙来做代志，比一个人搁较紧。有时阵嘛趣味趣味啊。不过咱有时阵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无相像，所以咱需要来充分沟通啊。充分沟通。可能大家七步的习惯拢无同。有的人爱先喷甲七，有的人爱先用报纸七甲喷。无相像，哦，总是咱需要来充分沟通，来追求即理解彼此想法的即方式，哦，就敢若亲像以前你听即收音机啊，即马可能较少年的无听过收音机啦吼，哦，即马拢网络较济啊吼，哦，以前细汉时我最爱听收音机，哦，啊收音机有一个旋钮有无？哦，要转迄个频道无？啊，若是无对到迄个频道会安怎？会咦？
迄声音有无吼？迄个杂韵杂讯呐，哦声音，哦，所以就要一定用迄个旋钮一直来对来调整，哦来对那个频道，哎频道一对上呢，哦迄个节目主人就听了足清楚啊，哦主人听了足清楚，当然这需要一点啊时间，这需要一点啊时间。最近有一个真有名的国片叫《卡诺》啦，不知道大家有看过无？哦，迄广告拍了真大啦吼。哦，即、這个国片《卡诺》是哦，是国片，迄是日本片啦吼。虽然伊讲讲日语较济，有的人讲遐做遐是日本片，遐毋是遐国片。哦，伊是描写日本时代啦，嘉义啦，即、這个农林棒球队伊打入这个日本甲子园总冠军赛的故事啦吼。总冠军赛不简单呢，吼、哦！哦，这个嘉义的这个农林棒球队啦，吼、哦，伊是哦日本人、汉人跟原住民所组成的，哦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组合啦、哦。尤其是在日本时代，哦，大概都是日本人、汉人跟原住民都是分开的啦，哦、都是分开的，哦，因为彼此不是这么的合啦，哦，所以哦，伫当时是真哦。罕见的这个组合啦，哦，真罕见的组合。总是这个电影内面吼，这个教练，伊看起逐人有无同款的优点，每一个人有无同款优点。伊讲哦，这個，哎、哦、呦，哎，原住民走了阁真紧嘞，吼、哦、吼。哎、哦，其中有一个原住民吼，总冠军赛还一直倒嘞，我够厉害的，哦，倒到第三垒，惊死人，阁倒本垒。哦，咱也看讲，咱也有咧看棒球，怎样倒本垒是很少的啦，全世界拢赶快很少的。哦，倒本垒卡足紧的。万一汉人哦，有一个足够攻球的哦，强打哦，甚至哦有几个还会投手投得很厉害。哦，哎，日本人嘛足厉害的哦，足够接那个球啊哦，很会接那个球，也是很厉害。哦，伊就看见大家无赶快的优点，就唔忙讲将这人组织起来。来好好啊来训练，哦好好啊来训练，好啦，来加做一支哦一个哦全台湾上强的这个棒球队，对这个教练来讲，希望这三个民族可以融合，来组一个台湾最强的棒球队。这个队员都是学生，哦出来不是做工的，就是进产的，哦总是伊滴。这些人在训练的中间，学习彼此来相听，也慢慢来了解彼此的优点，慢慢来了解彼此的优点。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呢，哦，他们就彼此来发挥自己的优点，来互相颁奖，一关过一关，一关过一关。那么需要互相颁奖，哦，人也慢慢需要发挥自己的优点，互补啊。互相来补，哦，来一关过一关。今年咱文山教会设立一个目标，哦，来大家来读一摆啊，无来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，上帝祝福满满满，哦，满满满，上帝祝福满出来。这个目标真简单啊，就是咱来学习彼此来祝福，彼此来祝福，哦，来看见彼此身上的优点。哎，可能这个人我跟他，哦啊，同工足侪年啊，总是哎有时阵，哦，无看见伊的优点，我们彼此来发掘身上的优点。所以咱若是有代志，就彼此来关心，三体来祈祷，咱嘛学习为着彼此来祈祷。好，咱就学习用这个祝福甲造就人的话，哦，造就人的话啊，来为着咱厝内的人，咱所关心的亲人朋友。教会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咱来做伙来学习。我相信，当咱学习习惯来彼此来祝福，互相来三体祈祷，上帝稳定就常常临到咱中间，加做咱一生的祝福甲帮助，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听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予阮会使伫基督内面来真做基体，予阮会使来有这个福气来三体基督来互相祝福。总是主，阮知
我每一个人身上有无同款的缺点，总是我嘛知，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嘛有侪侪优点。恳求主来帮助我，来看见达人身上的优点，来学习互相帮助，来补家己身上的缺点。我将这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也恳求主你的信心常常甲我伫地，来连接，来帮助我，来成做合一的集体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